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我这些东西啊，我就不知道啊。我这种人这样子啊，这样啊，啊，这样子我不工作啊，这样子就是我求人，求人，奔波，奔波，投接近，投接近，滚得，滚得，恰背，恰背，一起见，一起见，他们见，他们见，马路，马路。做这把，做这把，大手，大手，心情，心情，拉得手，拉得手。请跟着祈祷阿舍利，您乃大悲之护主，您乃大悲之护主，愿以遍照之智慧，愿以遍照之智慧，救度群生尽无余，救度群生尽无余。亦请加持我等众，亦请加持我等众。嗯啊，我还要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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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的话，我嗯啊。喝这保瓶水的时候，一半的水喝下去，另外一半的水就洒在自己头顶上，观想。他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观想所有的加持，就像是从虚空降下的甘露的大雨一样，进入到所有有情众生的里面，梵穴，我们的头顶上的梵穴呢，都是打开的，就好像倒反过来的。金刚顶一样，它有个很大的梵穴开口，而虚空降下的甘露呢，就纷纷的灌入自己的梵穴，观想每一滴甘露水，它都代表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啊获得了可以修身的
身体的本身瘀结，那就是本身身的身体自力的许可，并且接下将来能够成就佛陀化身果位的缘分。Uma sambhajita na kundo swate vade yali yali rando doje zanba gongsa sor dame rola penungta marji wangpur yishiche murta德尔瓦，德尔瓦，巴拉多。接下来我要领受雨的随喜观听，请跟着复诵第二次：持金刚者垂念我，持金刚者垂念我，我为饶益众生故，我为饶益众生故，祈请赐我密咒观，祈请赐我密咒观。大智慧与妙成就，大智慧与妙成就。大家的你的人话就忘不了一些些的人说，这个人话要不然大开心的开心的话就要这个开心的上面有一些你把这些那边的大家的话就要让你忘了这种东西，那大家把那个人的上面忘了
但是在相上它展现成为佛身、密咒还有光明相啊，来饶益有情众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摇手摇转经轮是有那么样大的功用，它既代表本尊，也代表供品。而且呢，当我们在念诵咒语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上午在修阿弥陀佛法会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铿锵有力的念诵“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这样念诵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神智非常的清明，心会非常的明澈的。所以这些都是念诵密咒的必要性。在九种当中，我们认识这两种密咒为本尊相跟供养相，大家就可以。圣藏马的王人学家会说的，圣藏马藏经也是这样，一切为用就是一的二十块钱或者怎么样的，你肯定把圣藏马藏发到了，一看你的会的，跟着他就说话就忘了，第二天忘了，第二天这些圣少无人拿不起来，没有买的，给你拿回来是少了送，他们就给干这些了。这个人啊，那个人，这是错人，这个是错的人。那然后我们身上的人，马上的人，然后我们马后头的人，这个用的这个啥的钱，马上后头我们身体里，多的些人穿的，身少少的人，大伙儿吃完饭了，上厕所要的，这干净的啥的没？干净的大伙儿上班的，我们身体还有少的。人必须找到身体大人的帮助人，给这个身体的方法就能认定了这种情况，人家说的这个伟大大同盟跟我们好朋友是身体的方法大大同盟同盟那些几个那大家大家把希望念的不让他们就是当白人吧，不让他们就看着他们那地啊，不让他们往后头让我们那可以这方面去带的这个你那个朋友在屋住着，跑到那山上去了。朋友，我那个看着二七号的，我朋友去我打了三五个马子，然后马子，然后就睡着了。别那个怕，那就是你躺着，打的马打不是过来的，你马的过来的，你到马子在那屋住着。刚刚也提到了。提醒自我密咒关于大智慧，就大智慧也是密咒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能够令我们心清明。所谓的大智慧指的就是明晰清明的心，这个就是大智慧，它就是佛的本性。这样子的大智慧就是自他不二的无二智，就像我们昨天讲解普贤王如来集愿文里面所讲的，心的本性是无二性，也就是犹如虚空的明空庄严之自性。这个称为大智慧。那么这个咒语跟大智慧是相应的，透过咒语能够通达大智慧。比方说，当我们念诵嗡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清明。如果我们是夹杂了一些繁俗的语言，就是跟别人闲聊，或者是我们不正确的念诵的时候，我们心不会清明的。比方说你一天到晚跟人家聊天说是非，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结合着、就是、分别念，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很多的情绪，心没办法安住在正念当中。可是如果我们不要去讲这些庸俗的语言，手中转经轮，然后呢尽量不去与人交谈，而心里面保持着正念，并且不断的应验本尊，然后口中念诵咒语，这样的话就像是把肮脏的衣服不断的洗净一样，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清澈，越来越清明的。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清澈、越清明的时候，具足正念的情况之下，立即性的心就跟本尊相契了。如此一来，心也就能够现起清净相，比方说清净的刹土相等等，就好像是有一个非常清净的水晶球，它就能够折射出五彩的光辉一样。就像刚刚在讲法门案例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去读这个吉祥比丘尼的传记，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刚刚就说到了吉祥比丘尼，他一开始没有见到本尊，可是本尊一开始就是跟他形影不离的，那就是因为有盖上染污遮蔽了他，所以他没办法见到从头到尾都跟他形影不离的本尊。后来
盖上染污被移除掉以后，他就亲自见到本尊了。所以我们在平常的行为、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避免凡俗的语言，尽可能的以嗡阿訇的咒语来摄心，常常念诵各式各样的咒语，不仅能够避免语言的过失，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会有帮助，而且对自己的心的清明是极有帮助的。从身体上面的帮助来说，有些人会有这些肠胃的问题，常常食咒的话，肠胃的问题也可以获得改善的。那么我们常常念诵六字大明咒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沉静。可是念诵的时候也叫嗡吗？嗡就是每个字呢都要清清楚楚、铿锵有力的这样的念，才会让自己心清明的。否则的话呢，无论就是全部都鼓在一起，然后小小声的这样子念，让自己也变成一种非常就是混乱的状态下，这样子念咒只是徒增自己的困扰，或者说让自己变得很累的一种愚昧的念法，不要这样子说。那罗波那伽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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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在雨的随喜观顶的时候，要跟着念诵咒语。那诸位就观想本尊现为文字像，如同雨大降雨一般纷纷降临，进入到自己的心坎。它代表六度的自信，在我们的心间月轮上面的白色的睡字周围环绕，就是环绕着睡字做排列。之后呢，跟着念诵嗡嘛呢叭咪吽的六字大明咒。如果要按照标准来讲的话呢，还要就是观想大悲咒在外面，就是长的陀罗尼咒在外围或者在顶上做旋绕，这个观想比较复杂。你大致以信解心想着它在外围，或者说专注的只观六字大明咒，并且附送六字大明咒，这样子就可以了。掌握住这样子的观修要点，待会跟着附送咒语跟陀罗尼。嗡嘛呢叭咪吽是。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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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Rina. Namo Aya. Namo Aya Jara. Sakara. Virochanaya. Buharadaya. Tathagataya. Ahakti.Samya, Sam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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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ya,
Vyatha, Om Dara Dara, Biri Biri, Duru Duru, Ekte Huike, Sari Sari, Pra Sari, Pra Sari, Kusurne, Kusurma, Ware, Ele Mele, Tasi Swara.阿爸来，阿爸来，说啊！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Dagri, Zong Laki, Dala, Nyewar, Zetoso. 唯愿世尊摄受我，唯愿世尊摄受我，祈请令我得清净，祈请令我得清净。东边的拉达拉加，达拉布瓦德斯拉，阿尼玛德斯拉，尤特巴德斯拉，什列多巴德斯拉，苏拉提拉德斯拉，苏瓦，啊。要点称为静修四支，静修四支分别是念修、静修、修以及大修这四种。首先，我们透过在心里面反复持诵咒语，然后专注
将自己的心意放在文字像的观修上面来念诵的话，是念修四支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念修。第二个阶段呢是连同中字字旁边的咒慢缓慢的旋绕这个观想，接连着这样子的观想，然后去念诵咒语，称为静修。之所以称为静的原因，是因为它使我们跟本尊的距离更加的拉近了。第三个阶段是咒慢转绕的非常的迅速，乃至于你根本看不到它之间的间隙，它成为一个连续的状态，就好像飞机飞得那么样子的快，那咒慢不断的旋绕，这个快速的旋绕而持咒，称为修，修持的修。第四个阶段呢是，除了咒慢的转绕之外，咒慢还放出光芒，供养诸佛，饶益有情众生，行持密宗事业，这个观想叫做大修。透过念修四支的阶段，可以使我们的心不断的稳固，不断的更趋稳定。如果能够借持咒令内心稳定的话，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就能够当我们死亡进入到中阴阶段当中，一旦意念起咒语的自信，马上就会在报身境界当中成就的。所以如果心是契合菩提心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持咒，将来一定能够现前清净刹土，在清净刹土当中获得解脱。因为本来报身佛他的无尽的佛刹就是遍一切虚空处的，但是我们要懂得他之所以有理有据，他的原因何在，我们要懂得如何修持的方法。那么如果真的能够懂得这些持咒的方法的话，而长期以持咒来令我们的心稳定，那么我们也能够在各种境界各种情况之下都现起本尊的相，用密咒的修持来面对人生的各种处境，并乃至于在死亡进入到中阴阶段的时候，如果能够一持密咒，借由心的稳定的功夫一持密咒的话，一定能够现起如同彩虹一般的报身境界。那在这个境界当中获得解脱，是百分之百没有任何需要怀疑的。能够对于如此密咒的功德有所认识的话，应该对诸位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刚刚稍微提了一下，好，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多戒，正法，共持守，当念，多拉，遍通舍，八波，多戒，多观戒，共修，定戒，戒得所。为了要领受义的随喜观音，在附送下面的祈祷文：持金刚者垂念我，持金刚者垂念我，我为饶益众生故，我为饶益众生故，永护金刚阿舍离，永护金刚阿舍离，令生圣心等持定，令生圣心等持定。报告这个目的，了解这个目的呢，报告的，还报告的，什么地方做，什么呀，什么地方，这些都是从哪过来的，什么是用户可能的，哪个是啥东西出来的，什么是这些的，这些过来，这些地方的，报告的，这是我的工作地方的一类的，什么是这些的，从哪过来的。你是这些包子的当所谓的这些生命年龄的这些东西大概都是我们还不够的你这些东西的做法是不够
身体很旺盛的一个，我不停的当做是这么多的，拿去喝水，拿去磨合一些一些，从这里拿去磨来，这些到这些龙门的脚筋，身他妈的落成一根竹子，一落成落它塌了，落进泥土里去了，这木头基本就倒掉了。特别是我们的，你利用了哪怕这个，身体你没完了，我这个脑子两到了下边的，两去吃了，两到了下边的是彻底就把它扔了，一扔两东西都有了，我的脑子就有了，银行里的别人的，你里面的那东西，让你里面的东西，这身体里面。而工资是很大的，从身体里面做不了，你里面把那种大的，你里面把大工厂给你做不了的，这帮人就把那个里面什么一样没了。这一下子一个人，你忙啊，最后都不别钱，最后一起就发生。刚刚起请的时候讲到永复金刚阿舍离令生圣心等持定，圣心指的是最圣的心，也就是超越心的境界的智慧。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金刚阿舍离，它为什么是永复？我们称上沙为金刚阿舍离，它之所以称为永复的原因是因为他怎么样的勇敢呢？因为他了悟了心的实相是不生不灭的自信，所以他毫无畏惧，因此称他叫做永复。由于心的实相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哪怕整个世界都崩坏了，心的如如本性，不生不灭的本性仍然不会有任何的动摇。而永复阿舍离金刚阿舍离上师，他已经证悟到了心的如此实相，所以他对于一切事物没有任何的畏惧。他通达身是如同衣服一样是可以替换的，可以改变的，但是心的不生不灭的自信是不会有任何的消亡，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透过实修，我们能够真正像是阿舍离一样了知心的实相，这样子的了知就称为等持，就是定啊。所以他说愿生圣心，令生圣心等持定，就是希望能够升起这样的对实相智慧的了悟。那么这样的了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真正了解自己的心就是法身，没有任何的怀疑。而我们的心的现在状态，在不清净的状态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属于心识的范围。只要是心识的范围的话，就是现起轮回的相对世界的相。由于它不清净，它有盖障染污的缘故。如果这样的盖障染污移除了，被净化掉的话，那么心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智慧性的。我们说它叫做智慧性，也称为它叫做最圣心。这个最圣的心实际上是超越心识范围的智慧，所以它是离心的智慧。怎么样的离心的智慧呢？是非二元的智慧。非二元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取所取，没有实有的执着，没有对立的执着，一切轮回跟涅槃的相，在无有相的执着，无有二取的执着，没有对立执着的情况之下，一切轮回涅槃万象就像是镜中的影像一样，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但是它又不遮障任何的展现，虽然它没有任何的执着，同时又不遮障任何的展现。比方说冰块它消融到大海的水的本体当中，虽然这个冰块的水跟大海的水它可以被分类，一个是冰块水，一个是大海的水，可是在本性上它是完全一样的。这样认识到完全一样的本性，我们就称它是没有执着的境界。那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这样子的无二性的面对色的时候，色的无二是显空无别，显空不二。面对声音的时候，声的无二是声空无别，声空不二。心的无二呢是明空双运，明空无二。透过禅修，我们晓得心的本性是离相的，是离真实执着的，也就是所谓的见闻觉知皆为本尊密咒跟法身有五，也
也就是所见的一切相为显空般若的本尊身，所见的他所闻的一切声音为深空般若的咒语的自信，然后觉知到的一切念头实际上都是本来智慧的游戏化现啊，这个就是真正心的实相本性。嗯，在意随许的时候，应该要想的是虚空的本尊，他的自信实际上从法身的层面来说是犹如虚空的，而如同虚空的法身自然而然现起，周遍一切，如同彩虹一般的报身，而他的三密功德分别化现成不同的相。佛身的功德化出佛身相，佛语功德化出咒语等文字相，佛意的功德化出法器相，这些相大大小小，形象各异，有的大如须弥山，有的像是小的像是芥菜的种子，纷纷如同滂沱大雨或者是暴风雪一般降临，融入气世间的山河大地以及内在的有情众生。如此的观想使得自己各自的三门身口意三门都成为本尊观世音菩萨如同彩虹一般的报身自信，也就是他并非血肉的有为法的身，而是清净自信的报身。这是从观想方面来讲的意随许，但真正的意随许实际上是内观自己的心的本性，也就是不落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分别去朗朗照见
心的清净层面的那个明了性，那个觉了性就是真正的意随许。我们现在认为需要领受灌顶，真正领受灌顶就是为了让心能够获得自在。所谓的心获得自在，就是要真正晓得心事，这个觉知它的本性到底是如何。要了知心事觉知的本性是如何，必须要从已经灭的过去念和未生的未来念中间也就是过去念已灭，未来念还没升起的中间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觉了性，那个明空双运的本体当中去认识，能够在当下的觉知、当下的觉了性当中了知这个觉了性本身是明空双运的，那个明空双运是自性，就叫做本尊。明的部分呢是了了朗照一切，空的部分呢是没有一法有任何的持有自性，所以不落任何念头的分别，一切妄念升起的时候，就像是水面突如其来的卷起了浪，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不被那个浪给卷走，不被分别给带走。如此一来，朗照着当下的觉性时，我们对安乐不会贪恋，对于苦难不会担着，心就获得自在，就不会被妄念所转。如此一来，当任何暂时性的妄念分别升起的时候，都能够朗朗觉照的明知它，这个就是真正的意随许。它需要就像是在乌云密布的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缝隙，那个缝隙能够让你照见背后的虚空，我们的心就在妄念之间见到了觉知的具足明了性，见到那个妄念的本性。这个是需要透过禅修才能够了解的，在禅修获得稳固的时候，我们真正体会到心的实相是明空双运的自性，这个叫做得到见。那么真实的意随许，就是透过禅修而了知究竟见地的意思。那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翻译，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复杂一点。两人上对的，别人做了一生不了的，别人做了非主我们介绍我们的别人不了的，非主我们的做大家们的别人没法做了，包上是没法做，他是做人的，就算你还有每天都在这拿着别人，就是拿不着你拿去了的，大家拿什么是拿到的去，包上你得不了的。那不是干嘛生的呀？这些大吉大狼子一样，得当的这些一样，啥都不会，也拿不出来钱，所以干什么要比别人自己比别人要强？别人做人过程中他们才来了的。密宗的实修都会牵涉到升起次第以及圆满次第的修持。就我们现在把握的实修要点来说，专注观修白色的睡姿，仅仅只将注意力放在这个睡姿上面，就符合升起次第的道理。而圆满次第则是最终这一切都没有实性，所以它是无有的。也就是说，你专注观想自性的本性为白色睡姿，最终连这个睡姿也消亡了，连睡姿这个可抓取、可平移的对象也消亡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种妄念不生，或者说失去妄念，一种空朗朗的清明状态当中，这个是属于圆满次第的。经过这一段之后，当妄念又再次出现运作，分别念又再起的时候，就提起正念，再次回到本尊身相的观想，或者是睡姿等文字相的观想，这个是厚德的修持。如果对于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有这样子的把握跟认识的话，大概是粗浅的已经要掌握住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的要点。
再应该要不断的提起正念去观这个世子。我带到椅子上有一句我人说什么把茶在椅子地方把头皮椅子上往里头还没落在头皮上就杀公孙就会老公老公然后就把这个干嘛的就是把人弄我以上得到了一的随序观点使我们透过内心所造下的一切盖上染污连同他的习气都得到净化的无余的获得所有一随序并且能够禅修明空不二的升起自体本尊的心意的面向的禅修法门结下将来成就佛陀法身果位的缘分佛觉他有为常觉他常觉成法常觉达拉公所说罗奔达拉公所说达果然习觉念自己的名字。啊，是。其实嘞，都听呢，都听呢，总的，就是三句，念过了，七节，八德，拉婆话，一日在，一当机。他是宋清第一宋妈明日女人的接女士男儿有吉祥那刚刚所跟着上师附送的是就是发愿要受持本尊法门的此句我们用中文来念诵：唯愿安住十方世界，唯愿安住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垂念于我，诸佛菩萨垂念于我，阿舍离垂念我，阿舍离垂念我，然后念自己名字，我名，自今日起，自今日起。乃至坐大树王下，乃至坐大树王下，定当受持大悲观音法门，定当受持大悲观音法门，尽力日日持诵此尊名咒，尽力日日持诵此尊名咒。人家啊，今天是过节。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从内地来说，亲自上街是上街的，什么亲密关系，内地上什么亲密关系，当然就是上万里把这生活上，对内地上两给他们说两说两三句话，给人家妈妈就话，上街是到了你娘舅的，甚至上街的人到了你娘舅的爸妈面罗，把他们妈妈说。其实除了这个词句的字面意思之外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持守一切诸佛的心意这才是真正的三昧耶识言因为一切诸佛的心意的本性为空那它实际上就是慈悲的自性包括了无量的慈心跟无量的悲心这才是真正的本尊心我们应该要守护的是如此的本尊心意如果有违犯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赶快提起正念做忏悔应该要观一切众生都是佛自性包括自己的父母包括自己所遇到的一切男性女性的有情众生他们的本性都是诸佛对他们应该要常生慈悲心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誓言
早上车坐，你哪早上忙活去？早上去出来，那叫他们往事那样，弄过去不到这里，来过到马场去。早上就弄过去，全部弄过到杭州这里，就是上街路上，上街上街都有的，就是早上去上街的。三昧也是眼，它包括了根本三昧眼跟支分的三昧眼。我们主要要守护的是根本，就像是树根固好了，整个树都能够照顾得到一样。所谓的根本三昧眼，指的就是慈悲心。就像你今天如果一棵树，它从树根是吸不到水的话，那上面的树干乃至树梢都会没有水分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善加保护的，就是它的根本。誓言也是如此的，支分三昧也有很多，可是我们要守护住的是根本三昧也，才能够保护住的，保护得到支分三昧也。根本三昧也就是要对一切众生发慈悲心，守护自己的慈悲心就是守护根本三昧也。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